假如僵尸们会吐槽，普江，大蒜很臭，但又不得不吃，吃完后直接眩晕移位。要是旁边是大嘴花、倭瓜、土豆、雷植物，那就直接中奖，送入地府。海象僵尸，我本老老实实修冰道、死守冰道，基本没有植物能赶走我。打我笨蛋！但那旋风相国，妖风一吹，直接把我刮走，太可恶了！忍者小鬼，我敢说我是小鬼头当中实力最强的一个，手里的河豚见一个植物秒一个植物。本来以为要走上江生巅峰，可那日突然遇见一位千金藤小植物，我下意识发动攻击，没想到我的合同居然被反弹回来，硬生生砸在我脸上，疼死我了。机甲僵尸，我全身充满高科技无死角，我以为我能为江王统治植物世界，可没想到那脉冲黄桃不知使用了什么妖法，我只要一碰到它便会全身瘫痪，如同残疾了一样动弹不得。Oh no!